天气特别适合打个电话和你聊聊天，聊聊你那边的生活，还有武汉的冬天。这里的人们清晨还是喜欢喝着热气吃着热干面，只是时间飞快，一天又一天，转眼又要过年。今年你谈女朋友了没？口袋银行卡有多少钱？看着别人月入过万，买车买房，自己没钱还单身了二十多年。你知道我的心里是很着急，我已经过了做梦的年纪，拥有梦想当然是很容易，可总觉得什么都已来不及。亲爱的爹妈，不是我想逃避，我不想和别人做对比，我也知道这世界令人太着迷，再给我多一点的时间，我相信我可以。